皇上有点不服气啊，你。你这个血量还不回家，明天上午素材了呀。就这波细节，来骗他大招，骗出来，骗。假装回城，飞龙在天，落地 AQA 带走。秀与被秀，就在一念之间。大师阿卡丽啊，打这种位移多的英雄啊，风不能乱交，等他位移交了才交风。很暴躁，见面就是干是吧？来，藏风，不要交。对，飞龙在天。5-0的潘森吗？我的天，我1-4啊，这把被针对爆了。潘森前期太猛了，而且很克亚索啊，感觉被打的没有还手之力了，一套就能给我秒了呀。哈塞，不是我就 Q 个冰兄弟，你至于吗？就暴打我一套的呀，这是他逼我的。飞龙在天，左还要 Q， 他没了。我操！兄弟们，这波极限吗？这杰一下都没碰我就被我杀了，很难受。我亚索这么稳，还得归功于我在明龙堂造 DIY 的电脑配置。选择想玩的游戏，再来个预算就能获得相匹配的配置推荐，而且能看到游戏配置的测试帧率，该配还有兼容问题提示。如果你担心买到矿卡或者二手，那这里可以直播装机验货，对吗？还可以单发显卡，完美杜绝。现在还有68的活动福利，强烈建议有装机需求的兄弟们点击评论区的置顶链接关注了解。就是王志藐视，给你希望，起来吧，让你破灭。这才是搞心态的最高方法。我操！先给他希望，再让他破灭。EQ 追踪细节，一走。这两个人懵了，兄弟们，绝对懵了。